Zweitens.看来你们把我的身份调查得很清楚。我是没有恶意的，只是想知道，你是敌是友。现在呢？你是朱雀星宿，那当然是友。刚才跟着百里寒进入祖庙的，可是苏墨和福儿。正是。我已经调查过，桃花坳的姑娘确实是给百里寒抓去的，只是现在也不知道去向。 景公子，你还真是幼稚啊！你认为百里寒他会留活口吗？我只想抱有一点希望而已。对了，那雨公子，你来这里是？闲的。百里寒要把苏墨跟福儿引入祖庙，肯定就是为了查出哪一个才是玄女。我才不管谁是谁，我的目的就是让百里寒不能达成他的目的。 朱雀星宿，朱雀鬼宿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跑，不解禁！ 上官公子，别想对我们的青龙玄女有什么企图。这里是我们青龙的地界，而且还布了结界，估计你们两个人也出不了什么力。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伤害。